姓名四二四。哎，你是童军团的吗？对啊，怎么这样问？因为这么黑，一定在太阳底下晒很久啊。童军团，太阳，童阳，童阳射性零五二二。晒太阳晒太久了啦，好渴哦，有什么饮料喝啊？篮子那边有雀巢柠檬红茶。篮子，雀巢柠檬，蓝雀，蓝雀射性零六零五。熊住在山上，那拉拉熊呢？白痴哦。山上拉拉熊，拉拉山，拉拉山射性零六零六，哦，烦死了啦！怎么了？我这次数学，烦死！板栗，板栗射性零五三零，有什么水果籽啊？西瓜、橘子、葡萄很多啊。有籽，西瓜。紫西，紫西射性零五一六。你要喝自己喝哦，与我无关。香槟，与我无关。冰雨，冰雨射性零五一五。我最近也开窍了。什么？我要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前往和平的世界。喧嚣，和平，和轩，和轩射性零五二三。我朋友都不是单身狗，好羡慕哦。注定转角遇到爱啊，转角遇到爱，爱遇领域射性零四二五。我最近都快乐不起来哎。快乐舞蹈师，乐府，乐府社庆零七一一，你又矮又胖，肚子比我大。矮度，矮度社庆零六零六，最后想要去外语系。风子系吧。外语。风子。雨风，雨风社庆零五零九。我又落榜了啦。不意外啊，你什么时候成功过了？落榜。成功，落成，落成社庆零四一八。因为我一直忘东忘西啊，忧郁，忘东忘西，忘忧，忘忧，射性零六一三。